谢谢你带我来参加婚礼，我很开心，看见别人幸福的样子。这是我的老朋友了，听说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呢。哎，我的真命天子什么时候出现呢？你不要着急嘛，慢慢的都会来的。也许吧。手机短信。天啊，樱花校园发生了火灾，天啊天啊，太可怕了。对不起，今晚我不能在这里了，我要赶快过去救人。喂，晨曦。不管了不管了，启动超级变化形态，你们不要怕，晨曦大人来了。快点吧小车车，跟我一同去执行任务吧。喂，你这个车怎么不动了？哇，你不要这样啊，我很着急的。喵，可恶，那群孩子还在等着我拯救呢。成功了，谢谢你，等我完成任务我来请你吃小鱼干。现在我要出发了，直接把油门踩满，现在是一会儿也不能耽误了。我就来了我就来了，你们等等我。终于到了。看着这些被火焰折磨的人们，别担心，我马上就把你们救出来，请求使用水枪。好，火势太大了，水枪没有用处了。那好吧，晨曦可是要上了。这里我去救你的同学，放心，你们都会逃出去的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最后两个吗？跟我一起走吧，跟在我身后，晨曦会保护你们的。各位，你们安全了，请不要慌张，我马上叫医疗队过来。大家不要灰心，这场火焰烧不透我们的明天。我是晨曦，一个可靠的消防员。